啊，这个老根鱼，无疑。我记得啊，唔记得讲咧。我记得一九九凌晨啦、啊，唔系，应该1月8号夜晚咧。之後下面堆工作人員就在講咩，猛咁話差不多有水，不識有第二句答緊，咁一路都要好騰迫咁落去攞水咯。好似攞足足落咗去攞咗4-5次啦，連個管理員都喺度同我講：點解你會成日都落嚟攞水？唔係嘅，如果我真諗啦，如果到朝頭早都冇水，人都唔知點算。咁唔係喎，朝頭早有翻水，咁我朝頭早要翻學噶嘛，10号嘅人。係啊，1919嗰日咧，亦都系我最後一日玩 BF 咯。因為嗰只因為有啲悶，佢又冇咩更新。雖然佢有更新嘅，但係我想講佢所謂更新，其實我都冇嘗試。依然都望住你吹雞。2016年1月15日，我屋企人唔系我爸妈结婚纪念噶啦，要十岁入城，而系2017年嗰日咧去咗韩萧富达广场嗰度。遲啲都有機會韓燒嘅，不過得閒先得成堆，一啲又要翻學又翻工。
都唔見唔見咗㗎。啊，機甲佢喎。而家一單新聞關於咩咧？咁望到條片就關於玩開 parkour 嘅，就爬上輕鐵頂嗰度玩啦。然之後見到佢兩個 parkour 咧，就首先爬咗去鳳地站嗰度，去元朗方向嗰度啊。鳳地站嘅即係攞四 P 嘅路線嘅，爬上一架攞四去元朗嘅，跟住去兆康站。另外一次就係爬喺市中心爬上去。即是在市中心站頂那裡爬上去，但是一個站即刻落車，在一個車頂跳下來。啲機甲唔見咗，機甲出一次，咁後屘咁條片擺上，咁佢嗰個佢人當然擺支。即是條片擺水啦，即係知呢個人咧，你個望到佢應該係勇狗嗰班 friend 嚟。你知唔知勇狗嘅咧？唔戴口罩嗰個啊，乜都玩一餐嘅，基本上識佢嘅，佢識嗰班 friend 全部都冇戴口罩，搞笑。咁呢條片 IG 仲喺度啦，個個又喺都可以話成班人話，我電車你唔關我事，即刻就勁多成日都有個講法係咩咧？好多個堆道德撚，即係提米都同你講道理嗰啲咧，都啱嘅。爬上輕鐵頂冇人試過咯，最多啲人爬上輕鐵站嗰度。既然佢咁勇嘅話，下次不如爬上去西鐵頂嗰度。點樣爬呢個問題？即係某一個西站上面會有路可以俾你跳落去嘅，屯門站冇可能啊！屯門站喺個站上面，甚至另外一條片係關於徐志傑嗰日咧，爬上去尖沙咀個天晴嗰度，即係地盤個天晴。這個周言之的消息出了之後，個個即刻好多留言，因為佢個名字彈出嚟啊嘛，佢叫咩湯？湯剁剁剁 TONG 嘅 hyphen 剁剁剁咯，唔係嘅，佢不人都應該係好想出位嗰種咯，咩意思啊？玩盡佢啦，你都係點鬧佢啊？港鐵過咗境，等俾人檢控嗰堆啦，多句佢應該自在玩，你話咩？
格格難波。過唔到去啊！頂啊！佢冇一個路線，我邊度過到去？講完先，開嚟個 run 咧，好黑仔。對面都有一個咩 SSCHN1 嗰個，淨係識 cam 嗰架激光頭喺嗰度。然之後咧，見到個美國，我哋做美國啦，幹司機係一路追住對面隊嘅雀仔嚟射，但係追幾多追完都叫叫嗰邊人射死咗。佢又唔識飛嘅。然之後咧，再一次就係、是、就我揸架車啊，見到一個人飛落嚟，火箭發射我，跟住然之後開心一陣咧。射死佢之後咧，冇幾多上翻車，點知隔離仲有一個人掉咗 C5， 再一次咧重新再揸車，點知又見到地雷，有嚿黑仔啊，乜嘢都有。黑仔又爆。標咧，之前唔好喺度抌咯，因為好容易跌落街又咩，冇可以過街啊！中意抌個信標，唉，唔係今日更新，佢就係話呢個三 D 更新係今個月呢個月。但冇講幾時，下個星期，下星期二17號，又或者再下個星期二24號，幾時都唔知啊！就咁即刻就成堆衝過嚟啦！等你又攻唔到點？點解每次一攻點就咁多人翻翻嚟嘅？我啲散射好鬼離譜啊！呢個應該凸顯到延時嗰啲玩家永遠都唔攻點。即如果自己個玩咧，做步兵咧，好咧就好好鬼死燥底嘅，因為佢都唔攻點，下下都下淨係識得 cam， 特別係放學倉單 B 點嘅，基本上好想去 B 點，但冇話去。中立咗。就喺卡神 B 又攻唔到點。
佢即刻成班衝曬出嚟，頂你個肺！仲要掟，仲要彈咗出去，攻我邊個屌佢？冇嘢講。等先拍。你睇到我的公碟成堆即刻冲晒出嚟啊！屌喺屋顶度，你睇到六七个即刻过，最近只见到个点人工嘅即刻过晒。哇！这个绳子松散，这个时候带散弹枪，佢带散弹散得快啊！啱啱講咗啦，自己個玩咧勁冇癮，呢條都唔使講啦。明明我特別死咗嗰個位咧，跟住嗰個人咧反覆咁跳嚟跳去，跟跌咗落去。只要個堆隊友喺度救你啊，唔使諗。佢都唔識救，下大家衝落嚟都唔識乜，即時麻木㗎。
自己嘅話都係揸車好過，路邊冇人。佢嘅係啊，啊出嚟落緊雨，琴日又話會落雨，點知冇喎？